Done back， 看到吗？我只是涂上这个，我没有涂 any 的那个那个松粉啊，或者是那个 two week 的粉那些我都没有涂，我只是涂上这一个而已，然后画上眉毛，然后涂上一个 lipstick， 然后少许的一个 eyeshadow， 然后如果是你要跟，因为我的本身呢眼睛比较小，所以我就放了一个假睫毛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那个 eyeliner 就是眼线，我画在里面的，我没有画在外面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画在外面，我本身会比较喜欢画在里面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的眼睛呢，就是就是有画眼线的感觉，其实是我画在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比较 light 的 makeup， 或者是比较韩风的那个粉底液的感觉，你们不妨的话，你们可以试试一下这个 shimmer color， 因为它真的是有那个，而且不需要涂到很厚，它是比较属于比较薄的，因为我本身也不喜欢涂多多东西在我的脸上，因为我觉得很 heavy， 所以我选这个呢是因为是 OK。 如果是你们要 cover 那个痘痘的疤痕的疤疤的，就是你们的那个斑的那些东西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涂厚少许这样子，然后如果是normal 的 skin 的话呢，薄薄就好了，平时也不需要画到很浓。 OK， 所以喜欢我的作品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可以打一个赞，谢谢你们。